好啦，我们今天呢，既然
来的游戏哦，你们有没有会游戏叫做猜拳歌？那我是不是？没有啊、哦，好，再玩玩看好不好？好，玩看哦。这首歌很简单，你一定听过。我们来听一次。好朋友。前啊，最厉害的三个人哦，三个人。